少啊，我唔記得帶啲手霜少少嚟，就咁畫住先啦，唔緊要啦嚇，都慣噶啦，係啊，就係嗱呢只嘢咧係撩哥，撩哥同八哥好似，撩哥八哥咧就白啲嘅，細只少少應該，撩哥咧撩啲嘅，其實撩哥係撩啲唔頂，撩子應該係咁寫嘅，好似撩呢只撩哥。撩哥好似嘅，即系头佢两只嘢同乌鸦都好似添个样，黑黑地咁啊。乌鸦好似啊，唔系咁好似系直觉上，佢系黑色啫，主要系三只嘢都系黑色啫，系嘛？咁佢又 size 有冇黑天鹅咁大？如果你黑天鹅咁大，唔会条颈咁长就唔似啦。但系撩哥同白呢个唔同啦，撩哥同白个有分别嘅，呢个好似细少少，呢个大啲，同埋呢个撩咧，佢有少少黄喺嗰个面颊嗰度嘅。啊！即係黃色一塊嘢咁樣，同埋好似學唱歌學講嘢咧，唱歌佢叻啲，學嘢咧佢同鸚鵡叻啲嘅，好似係嚇。咁啊，仲要睇下，好似話買嘅時候睇下佢條脷剪唔剪啊，嗰個羽毛嗰度有冇白色啊，白色越多越好啊，即係總之好多規矩嘅。點解要剪啊？嚇！剪咗先識條脷嘅。嚇！雀仔有兩樣嘢剪啫嘛，第一條脷就學嘢嘅，第二樣嘢剪羽毛，就等佢唔曉飛。唔會飛就好殘忍嘅，其實真係嚇，即係佢好慘嘅，即係嗰啲鸚鵡嗰啲咧，你見到嗰啲動物園嗰啲鸚鵡，有時佢唔曉飛嘅原因就係佢最尾嗰個翼俾人哋剪咗嚇咁樣樣咯。咁啊，知道嚇。咁呢只嘢其實我畫咗好多隻嘅，畫咗有隻八九隻有十隻噶嘛。呢個第一隻畫，第二隻，我覺得個樣幾自然幾好，就攞咗翻嚟做稿啦。後邊嗰幾隻唔係話唔好，冇呢只咁惡咯，我感覺上嚇，咁我覺得個直覺啊，呢只比較好惡㗎，係啊，都幾戰鬥格㗎個樣，個樣好似蘭桂坊嗰啲係嘛？蘭桂坊嗰啲女咁樣，幾戰鬥格。蘭桂坊係啊，蘭桂坊啲港女咁啊，幾戰鬥格你話啊個樣，完全係想係嘛？有獵物啊！有獵物啊！有獵物，或者自己成為人哋嘅獵物咁。嗱好啦，淺物。淺物咁啊，唔好太深嚇，唔好太深，淺淺地。第一筆落去嘅時候係好徹底嘅，好快嘅，就咁落得噶啦。嚇，即係好快嚇。你翻屋企真係練㗎，真係練嘅，即係你嗱我就咁講啦 ，OK 啦，咁你睇住啦。你見到就算咁樣簡單一下，其實佢有深淺嘅。嗱，隻紙啊真係爭啲嘅，你見到佢開始發得咁緊要嚇，我唔敢落住啊。落嘅話就黑色就好勁㗎啦。你可以向下嘅，你話可唔可以向下咧？其實得嘅。但我怕你什麼呢？我怕你向下的時候咗一聲，這些就不行了。你向後呢都還好一點，因為後面是尾毛來的嘛，你可以薄嘛。但你向前那個是雀仔頭來的，你怎麼可以這樣胸口位這樣拆出來就不好看，你向後那樣應該。所以就向後面拆呢就舒服一點。支筆要扁的，不要這樣，不對的，okay，分低。然後咧個眉毛可以同時擦或者一陣擦都得嚇，咁啊濃墨嚟嘅，濃嘅幾多墨視乎你支筆啦，咁啊同埋嗰個紙嘅問題啦。咁我畫嘅時候咧，其實個兩個形態咁樣嘅，呢一邊個形態咧其實唔係咁重，佢係化咗啫。睇住啊，撳落去嗱呢一下嘢本身係好重嘅，然後咧我將佢當一個幾何圖形，大家睇住啊，係一個三角形啦，順住呢個位㗎啦，睇住啊。一個三角形，然後最尾個釘釘第二個啦，再長少少就咁嘅意思嘅啫，係咁樣樣嚇，即係等於一個翅膀啊，佢有時係有啲翼噶嘛，係咁樣樣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咁樣樣噶嘛，係咪？最尾仲有少少咁樣樣噶嘛，啲羽毛啊嚇，孔雀都係噶，孔雀。你大佬一般嚟講，啲人都係睇佢下邊嗰、那個。領㗎啦，係咪？但你有冇諗過孔雀呢度啲羽毛其實有分幾部分嘅嗱，跟住再整下長啲嘅，記唔記得啊？短嘅長啲，再長啲領，係嘛？所以佢呢個都係一樣咁嘅意思嚇。咁詳細解剖啊，或者掃描嘅嗰個情況，有時間先再講嚇。然後呢一邊又係啦，不過呢一邊由於佢係咁樣過嚟，所以你兜上嚟少少啦，係咁樣兜上去嘅。一樣道理啦，嗱，兩下你可以再。OK， 我離開啲係驚佢化，其實唔使咁肥㗎，可以有少少嘅。OK， 呢啲位你見到一條線咧，你可以加㗎，一二三，你唔要都得嘅，唔要都得嘅。OK，
好啦，跟住啦，呢、這個位嚇，咁呢個真係做得快一啲嘅嚇。其實應該嚟講咧，就住你個位係咁樣做嘅，推出去一二三咁樣，然後咧。你可以單獨練嘅，睇住啊。譬如話咁樣樣 ，OK。然後咧，嗱呢個位，你話可唔可以向上都得？一樣，向下啦。揾心之腹，一二三，呢個位上。啊，中心如果想強啲嘅，你做多啲，啊做多啲呢度。都好得，啊咁呢啲系功夫啦，嚇自己做多啲嚇，總之做得佢舒服為止嚇。呢個時候可以加呢個啦。嗱，如果你唔記得咗呢個咩顏色，你攞張紙試一試先。哎 ，OK 喎，加落去。如果你試咗之後，如果譬如你頭先睇第二啲嘢一望，哇唔得啦，唔襯，即刻整淡佢。寧願淡唔好深嚇，再嚟，你 OK 喎，唔好太化 ，OK。就是这样样、啊、今次这个特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平时呢我画雀仔呢，如果是这样样的头是这样上颚高的，有没有印象啊？是不是这个 V 字的、我这个因为向下伸出去，所以比较战斗格一点，是向下端一点，所以它的头呢是这样样的。所以这个位置其实它理论上来说是一个直线，跟身体是直线，就不是一个 V 字，明白意思啊？就係咁樣樣啦。咁你畫嘅時候咧，一樣道理啦嚇，比較上先得緊啲，甚至可以再低啲，係咁樣樣都得。啊，即係話做多次啊，咁樣樣喺呢度啦，佢可以係咁樣都得。OK， 你見到成個斜噶嘛，係嘛？再細啲都得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啦，個嘴比較長啲嘅，啊長啲。畫的時候是這樣的，看著它這塊東西沒那麼明顯，沒有釘這塊東西那麼明顯、okay， 但它有一樣東西比較明顯一點，平時我們畫嘴的時候呢是這樣的嘛，是不是、今次特別了，這塊東西它是長一點的，所以它是這個尖一點、okay？ 這個呢呢、這個係長啲嘅，所以你畫嘅時候睇住啦。係咁樣樣，你可以呢個長啲，再長啲都得。OK， 然後呢個位咧睇住啊，OK， 長啲啊，粗啲啦，呢個可以。然後呢個位咧唔好太肥 ，OK， 瘦少少啫。呢個位粗好啦，唔好去到呢個位太肥，唔好睇啊。Suppose 平時係呢個位噶嘛，係、嘛？肥啲嘅，今日唔使到呢、这個撳落去，一個嚟得。呢、这個位就係用嚟做咩啊？黃色嗰嚿嘢。咁、你話唔夠 sharp 點咧？呢、这個啦嗱，淺色噶嘛係咪？水分太多啦，刮開少少，用佢本身淺物，再加佢呢個嘅深物。拉一拉得啦，見唔見到？啊，唔好太誇張，凌空吉嘅得噶啦，就係咁。OK， 趁佢未乾，咁啲位冇嚟。個帽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，嗱，你唔好一二三四。死梗啦！唔好咁樣樣啊！咁下邊一鼻毛咩大佬咁樣樣，雖然佢係鼻毛嚟，你要將佢咁樣睇咗啦。一、二呢度可能出少少咁樣樣，或者下邊咧嗱，一、二由呢個咧交叉呢個位出，就呢個位做，呢個位做交叉或者呢個位，就唔好一二中波衝咁樣出嚟就唔好啦。咁樣樣就好睇啲啊，甚至乎有時一下就算噶啦，點就得。好好睇啲，咁呢個就係嗰個玩法啦。然後咧，呢、這個轉完之後咧，
亦都係最重要啦。佢上面有個頭噶嘛，係咪有個計咁樣嘅？呢個位睇住啊，一下兩下就得。有時我哋會重啲嘅，將呢個嘢擺你嗰個稿擺厚少少嘅，係嘛？點一點都得，就係咁樣嚇。有時冚重啲，連呢個面都冚埋，即係呢個位都冚埋，都會有。咁嘴上邊係啊，呢個位就好睇啲。啲毛嚟嘅咪先，我唔係啊，一個肉粒咁樣嘅嘢。我肉粒啊，係咁樣嘅嘢。咁啊，大致上係咁樣嚇。咁啊，嗱，我本身咧其實有諗住成幅畫完嘅，但係咧，我由星期一開始咧到而家咧，我感覺上。我唔知啊，你哋呢一班，我感覺上我淨係俾呢個咧，或者話我試過將呢啲嘢畫埋之後，叫佢哋即場示範咧，都未畫到呢扎嘢咧，淨係呢扎嘢都唔係話好搞掂。我諗個原因係大家對於物質嘅深淺做得唔係幾好，所以我今次都係一樣啦，我就唔加嘢住啊呢扎嘢。事實上呢扎嘢都 minor 嘅嘢嚟嘅啫。你畫到呢個咧，點個顏色黃色落去，畫條脷，點睛。我又冇得難得到你哋咯，你哋好多時候唔滿意自己個幅畫嘅原因係呢啲翼啊、尾啊、個形態啊、個嘴啊呢扎嘢啫嘛，而呢扎嘢都係黑色可以搞得掂嘅，所以今堂都係啦。不你話要早走啦嚇，咁就大家坐低畫下呢隻嘢，或者畫下咁樣樣，但係就唔使加顏色嘅。OK， 見一面先。功課咧就可以加可以唔加都冇所謂。就是這樣的意思，所以今堂書畫都很輕鬆的，真的讓你們放假的。你畫到就畫，畫不到也不要緊。 OK， 但我想大家試一試，因為它難就難在精神夠惡，戰鬥甲還有那個羽毛的毛的位置，還有布告很漂亮的形態。黃色加不加其實不是很難，白色兩點有多難加，黃色這塊東西和嘴有多難加，是吧？所以這個不難，嘴又不是很難，是深色的，因為不是淺色的，還簡單一點。咁呢個都係簡單嘅腳嚟，同呢個比係嘛？呢個算係簡單㗎啦，係嘛？呢只腳唔難嘅嚇，咁我唔講住啦。OK， 咁啊，改個功課，要走就走先。如果唔係就留低畫一畫呢只嘢。